好多時候咧，我哋用信用卡去分期付款咧，都要支付一筆手續費或者係利息啊。但係依家咧用 Atomi 香港第一個先享後付 Buy Now Pay Later App 去付款嘅話咧，除咗每筆款項都會自動咁幫用戶分三期去找數，而且唔會有任何嘅隱藏收費之外咧 ，Atomi 亦都會提供超過200間商户嘅獨家優惠。其實咧，類似嘅支付方式咧已經喺外國流行咗一段時間㗎啦。咁用戶咧就可以更加靈活咁運用手頭上嘅流動資金，彈性理財。首先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一些基本的个人资料，跟住再扫描自己的香港身份证，最后绑定你自己的个人信用卡，那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试一试，如果网上购物的话要怎样做。首先就是正常的网购，然后去到给钱的画面，在付款的时候要选择 Atomi， 然后再确认订单，跟着再选择 Pay with Atomi， 记得要检查付款的时间表以及价钱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现在除了新用户首次购物会享有9折优惠之外，接下来6个星期还会有 Atomi 的购物节，例如有友和、Yoho、卓越、CityLink 等等都会有不同的独家优惠，想知道多些详情的话就记得留意他们的 IG 啦。